白雪公主与四个小矮人，掌声欢迎他们。掌声欢迎！当你在穿山越岭的里面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。一边自由的烧的来不及，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，慌乱的舞蹈已然失去。
辛苦大家，我们达人秀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哦，你们是我看过最好的观众，因为我只有你们这些观众。啊，也辛苦这些没有表演的班级啊。那我就废话不多说，把主持棒交给永华老师。午餐时间了，很饿。小朋友们来，一收一收。好，中间这一排，请小友专。